来看看莉莉·柯林斯30年代的复古衣橱。2016年，年代美剧《最后的大亨》登陆小荧幕。这部以电影制片人埃尔文·萨尔伯格为灵感的电视剧，讲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更新迭代的权力斗争。马特·波默和莉莉·柯林斯均以主角的身份参演了这部美剧。为了体现30年代好莱坞的风华月貌，《最后的大亨》不但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年代背景，还为演员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复古衣橱。其中作为主角之一的莉莉·柯林斯，她华美的戏服在彰显时代特色的同时，也为整部剧增添了视觉的看点。与20年代直线型低腰线女男孩的服饰风格不同，30年代的西方女装更青睐流线型的服饰轮廓，更乐意展现女性身体自然呈现的曲线美感。30年代由服饰带来的成熟和优雅，也取代了20年代的率真与个性，让女性漂亮的着装变得更典雅大方。在《最后的大亨》里，莉莉·柯林斯最好看的戏服当属垂坠感很强的针织裙，这条搭配了卡其色小圆帽的酒红色裙子，面料就是颇具垂坠感的针织面料，让裙身贴合身形并呈现自然的流线型。黑色的腰带抬高了腰线，并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手套、手提包和帽子是30年代淑女出街必备的物品。非常浓烈的玫红色口红也是那个年代凸显女性妩媚感的流行唇色。这样流线型的针织裙，莉莉还有一条紫色的，用白色的针织面料装点了领口和袖口，并和手套及高跟鞋的颜色形成色彩呼应。莉莉穿着这条裙子，从仪态到气质无不展露着知性和优雅。针织的面料还运用到上衣搭配半裙的着装里，这件红色小圆领的针织衫就搭配了一条同色系的格子半裙，半裙的款式也是流线型的廓形，裙子的面料也用来做了针织衫的小圆领，上下色彩的呼应，让这套服饰在视觉上形成统一的风格。脖子上简单的吊坠项链也为着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莉莉另一套针织衫加半裙的套装是水粉色的，上衣的袖子采用了泡泡袖的设计，不会很浮夸，侧重提升服饰廓形的曲线感。脖子上系成蝴蝶结的丝带，让整套着装更有亮点。此外，莉莉还有一套黄色针织衫加半裙的着装，半裙黄黑折线的图文是那个年代装饰艺术风格的体现。黄色粗棒针的针织衫让上半身看上去更丰盈。除了针织面料，莉莉的戏服使用最多的布料当属质地非常轻薄的雪纺薄纱，而运用最多的装饰元素则是体现轻盈感和飘逸感的荷叶边。莉莉在剧里第一次出场就穿了一条黑色的雪纺裙，白色的小翻领搭配了柔美的荷叶边，其色彩还与头上的帽子、手上的手套相互呼应，波点矩阵的图案让这条裙子看上去很经典。另外，30年代的女帽虽不似20世纪初的帽子那么浮夸张扬，但帽子的造型却多种多样，贝雷帽、船形帽、中型帽，还有各种别致精巧的帽型，都为女性的着装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风采。莉莉这顶黑白拼色的帽子，翻卷的帽檐就给整套服饰渲染了一丝俏皮气息。拥有荷叶边装饰的裙子还包括这条黄色的连衣裙，裙子的衣领和裙摆都采用了荷叶边的设计，腰间黑色的腰带和领口褐色的抽绳都为这条清新亮丽的黄裙增加了吸睛亮点。黄色的裙子，莉莉还有一条更轻薄一点的，因为领口和裙摆的设计不同，使得这条黄色纱裙比起荷叶边的雪纺裙看上去更隆重更高贵一些。莉莉无袖的雪纺裙还包括这条红白配色的连衣裙，胸口的蝴蝶结和腰胯两侧装点的荷叶边，既增加了裙子的看点，又让这条裙子流露一丝甜美的气息。而头上那顶小巧的贝雷帽让这股子甜美感变得更浓郁。此外，格子元素也是莉莉戏服里必不可少的装饰元素，她工作时穿着的泡泡袖连衣裙，还有她出席圣诞晚会身着的红色衬衣套装，都采用了格子的元素，带有浓烈的苏格兰风情。而苏格兰格纹是最早出现的格纹元素，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30年代装饰艺术风格盛行的时候，格子元素被广泛运用到服装的设计当中。在《最后的大亨》里，莉莉饰演的角色是电影公司总裁的女儿，日常少不了要出席很隆重的晚宴场合，所以她还拥有几条非常奢华的晚礼裙。这条黑白拼色的挂脖礼裙，其廓形沿用了30年代流线型的服饰轮廓，腰间装点的腰带让上下半身的比例更完美，奢华的耳饰增加了礼裙的隆重感，而一丝不苟的手推卷发也是30年代女性非常流行的发型。莉莉在剧里紫色的晚礼裙特别多，这条有着大翻领的紫色礼裙，裙身用光泽度非常高的织锦制作，大翻领精细的压褶和胸前装饰的精致花朵都为这条丝滑的礼裙增添了视觉的看点。同样是紫色，同样是高光泽度的晚礼裙，莉莉还有一条更性感的被新式的礼裙，裙摆拼接了飘逸的荷叶边，亮晶晶的肩带和不灵不灵的首饰相互映衬，提升了整套着装的奢华感。在晚宴结束以后，这条礼裙还搭配了一件同色系的斗篷，荧光闪闪的面料和圆弧形状的衣摆让这件斗篷完美匹配礼裙呈现的浪漫风格，而且还让莉莉显得非常端方和优雅。在剧里，莉莉第一次参加晚宴也穿了一条紫色的晚礼裙，虽然看不到裙摆的设计，但上半身抽褶精细的纹理和浮夸的泡泡袖让这条礼裙即使未知全貌也依然让人赏心悦目。精美的珍珠配饰还增添了礼裙的观赏度，而泡泡袖设计的晚礼裙，莉莉还有一条绿色的
同样采用了光泽度很高的织锦面料，裙身没有过多的装饰，点睛之笔是领口那两朵造型非常别致的白色花朵。最后的大亨里好看的戏服还有很多，对服饰感兴趣的可以去观赏一下这部美剧。莉莉·柯林斯的每一套复古戏服都可以在今年春夏为你提供教科书级别的穿搭模板。